understand. There's no time. I understand. Choihu, is it my understanding that you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is project? 是的. Good, good, good. Excellent. Now, the explosions wiped out all our researchers and their data, but that's not going to stop us. However, I have heard that the Nexus Corporation has mad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their research. So, if you can somehow find a way to obtain their data, I would be willing to put the full force of my organization at your disposal.灵长类模拟测试结果，两个空间物种DNA匹配度是100%，催化粒子终于成功了！太好了，王学，我们终于成功了！大家辛苦了，所长辛苦了！哇！把数据存好。
真的请报告理事会了，大家辛苦了。喂，所长。哎，夏天，会议提前了。真的吗？对，快回基地。好，我现在就回去。下一次愉悦的虚拟体验到此结束，谢谢。怎么样啊？疼不疼？摔疼了没有？又不是第一次掉下来。你们女人就是爱瞎紧张。起来，让我检查一下。没事吧？啊？没事。好了，回家吧，小豆包。这么早就回家呀？对不起，妈妈要先去研究所，一结束马上回家陪你，好吗？大家好，我是万宁，大家可以叫我 Vincent。 我今天代表董事会来问候大家。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的研究其实是通过粒子传送器把研究对象分解成粒子，然后通过人工虫洞，这样研究对象会出现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这个就是 Nexus Hall 人工虫洞，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传送设备。这里 Nexus Hall 的最高层相当于我们的脑部组织，它控制着中央控制室，每一个部门都在控制着人工虫洞。当然它的核心技术还是我身后的粒子传送器，相当于它的心脏。所以我可以把任何产品、科技成果，甚至我自己传送回过去的世界。确切来说，是传送回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现在只能较小范围的扭曲黑洞，所以最多只能传送回1小时50分钟之前。只有这么多啊？目前设备所提供的能量只能较小范围的扭曲时空，但我相信，随着我们研究的推进，时间会逐步增长。接下来会进入活体实验阶段。但是不能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因为每个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运作，所以离子的重组过程就算出现一点点失误，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灾难啊。为了消除误差，夏天主导研发了原子变异弹力，回归原始性质的强力催化粒子。你所谓的循序渐进需要多久？会在2个月之内完成。 Good， 所长，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吧，请您明天来趟集团。哎，好。维晨阿姨，豆豆已经睡了吧？对，我刚下班，不好意思啊。
我马上就到家了，您可以下班了。哎哎，好嘞。车辆已进入手动模式。您确定没见过死者吗？没得救。有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线索？没有。那见证科怎么说的？初步判定是脑出血猝死。好，带走吧。是，快点。如果警方那边有消息，我会再联系您的。你先回家休息吧，这边交给我们来处理。所长，这几天大家做临床实验，你们辛苦了。哎，看上去脸色不太好。我们这每天早出晚归不见天日的，脸色能好吗？哼，可不是不见天日吗？所长，这集团里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最近看到关于美国的实验室爆炸的一些传闻，嗯，听说他们都已经进行到人体实验阶段了，但是爆炸的是不是和实验本身有关系，美国方面不肯做回应。我们成功了。
就代表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但越是这样，越不可冒进，越要严谨。嗯，所长，您想想，我从研究生开始就跟着您做这个课题了，我明白的，您放心吧。是哦，你跟着我都快八年了。嗯，八年。真是若白驹之过隙，故人而已。所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咱们这个实验成功了，能把您传送回去，您最想回到什么时候？肯定是回到考大学之前。为什么？千万别学物理学，要不然大脑只剩个鳏寡孤独。我觉得不可能，就算把您送回去八遍，您也还是会选物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您除了喜欢研究以外，您还喜欢干其他的吗？气我。是不是？不过还真是。夏天。嗯。你跟豆豆爸爸应该快三四年了吧。嗯嗯。有什么打算？也该再谈一谈恋爱了吧。我谈着呢呀。我跟我们家豆豆好着呢，正在逐步了解，加深感情。你哟。给豆豆的。这个。他最喜欢彩虹战士了。多陪陪他。嗯。来了，你来看一下这个，这是上次活体类人猿的传输实验结果。 SR 细胞数值突然失调。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在刚刚。 DNA 图谱看起来也非常不稳定。问题很严重吗？虽然 SR 细胞只占0.3%，但大多集中在脑部。那大雄，你先去报告所长吧，实验计划要推迟。好。向东，我们把以前的结果再检查一遍吧。抱歉呢，夏天。嗯。听说你申请休假了。都一样，重新开始吧。好啊。黄晨，走吧。自己在家呀？陈阿姨呢？她出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你想吃什么就跟陈阿姨说了。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然后陪你看漫画书。看看，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吃葡萄比较好，还有千万不要喝太多咖啡。好，我听我的小头包的。好了，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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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闹！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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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夏天。你是谁？豆豆呢？
实验的全部数据。不可能，中央数据全都是加密处理过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要拿到数据需要我、所长还有向东三个人虹膜识别，我真的做不到。是吗？那我就不为难你了，你们诀别吧。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等等，乖，你们住手！他还是一个孩子，你们疯了吗？从现在开始，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车要是越往前开，你回去的时间也就越长，你决定吧。黄晨，啊，帮我去一趟离子传送组，把前五次实验的演算数据拿来。粒子输入和输出重组阶段的都要吗？嗯。Hello， 夏天。你现在在哪儿？能在哪儿？分析室呗。你在这等我，马上来找你。啊，细胞数值数据出了点问题。哦，我来检查的。你看见向东了吗？不在分析室吗？刚还在啊。哎，这是什么呀？哦，向东让我去拿的，五次粒子重组模拟的输入和输出数据。给我看一下。哦。嗯，你再去找大熊拿一下放射线数据吧。啊，怎么又让我跑一趟啊？好吧，我这就去。去吧。这就去。快去吧，去吧。哦。
西啊？没事吧？啊，没事。夏天，你在这干什么？所长 ，SR 数值异常，您也知道了吧？所以我想重新连接服务器查一下数据。今天不早了，要不明天吧？啊？您看，虽然只有0.3%的误差，但是可能会让我们的研究结果前功尽弃。我每次做识别的时候都会想，万一哪天有坏人打设计的主意，那是不是得把咱仨的眼球给挖出来？怎么可能呢？夏冬呢？没他不行啊。他马上就来了。用完记得销毁啊，千万别忘了啊。记得你是几点到案发现场的吗？是夏天。研究所内杀人案嫌疑人已被锁定为粒子传送组夏天，如有线索，请立即联络安保部门。研究所内杀人案嫌疑人已被锁定为粒子传送组夏天，如有线索，请立即联络安保部门。夏天，杀人。你们没搞错吧？他刚还在我这儿呢。夏冬研究员被注射了 PTX 导致死亡，并且被挖走了眼球。不可能吧？夏天，你住手！大雄，大雄，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大雄。夏天，你疯了吗？大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真的没时间跟你解释了，请你相信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大雄。大雄，说，为什么要动数据？我求求你了，大雄！哎，夏天，你不可以这样！放开！到底怎么了？站住！夏天！没事吧？啊？数据模块已经被人拿走了，大侠，继续搜一下。沙向东的人真的不是我，豆豆现在有危险，你能帮我吗？先别说话，我真的没时间了。
进去看一下。是。夏天找到了吗？数据模块丢了，你们怎么才来？上电梯了。
见过气球爆炸吗？砰！砰的一声，很快就结束了。很快。
你是什么礼物？豆豆，来按下确定吧。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彩虹战士穿越时空。这里马上爆炸了，我们出去再说。快跟我走，快走啊！说句话呀，到底怎么了？大大，死了。什么？小天，进去干什么？你是想……你疯了！小天，快出来！小天，冷静一下好不好？没有。我那个死，你别忘了，虫洞是不可逆的，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人体实验，你将会死的，夏天，夏天，快！
自己来做实验。啊，衣服哪里有？啊？哦。你脸怎么受伤了？什么时候受的伤？哎，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敢相信，所谓指数一切正常。现在几点了？两点四十。你怎么成了样本？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怎么可以用自己做实验啊？豆豆死了。夏天，你赶紧出来。你不是说要来我这里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很担心。我真的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哎，夏天姐你好啊。大雄，你把前五次粒子重组的资料拿给黄晨，还有传送机内部放射线的数据。黄晨，我有话跟强东说，你晚点再过来。哦，夏天姐怎么知道我来干嘛？是前五次的哦，还有这个，检查一下。嗯，喂，大雄，我给你这个世界的我注射了麻醉剂，现在用电梯送他上去，藏好他。哎，干嘛？干嘛呀？跟我来，跟我来。哎啊，你到底要干嘛呀？你喜不喜欢听古典音乐啊？还行吧。这是帕格尼尼用单弦演奏的小提琴曲，特别赞。不是，喂。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才能感受它的迷幻，嗯？嗯。喂。没事吧？嘿，大雄，真的很迷幻呢。委屈一下，委屈一下。夏天，找我有事？所长 ，SR 数值异常，所以我想要连接服务器重新检查一下数据。
进来喝杯茶，慢慢聊。我知道实验一天之内做不完，但是我今天必须要检查，0.3%的误差就可能让我们的实验前功尽弃。走吧。哦，好，好，走吧。走吧走吧，能让四号赶紧走，别在这磨蹭了。这个是大叔，莫名其妙。向东，喂，大雄，马上到楼顶来。夏天，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报警吧。不用，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赶紧通知大家，这里面有炸弹，赶快撤离。好。这平时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呀。研究所基地内发生杀人案，安保部门正在搜寻嫌疑人。向东研究员的眼球被人摘掉了，中央控制室中的数据也被复制了。谁干的？现在还不知道。所长，研究所里有炸弹。什么？谁说的？没时间和你解释了，你相信我，通知大家赶紧撤吧。来了，快点快点。先把豆豆放了，把炸弹拆了。把炸弹拆了。知道你不敢杀我。快追！快！没有数据。数据没有被复制过。数据模块不是被盗了吗？丢失的应该是一块空白模块，真奇怪。豆豆别怕，
有妈妈在，以后不会留你一个人在家里了。表示勇气，活捉夏天。收到。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次你也死了。什么？基地爆炸了，你没能逃出来。夏天，夏天，冷静点好不好？这样一次次回到会议室不行的啊！给我闭嘴！夏天，夏天怎么变了？啊？因为我看着我最亲的人。在我面前被人杀了两次，夏天，你别再这样冒险了，我们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听见没有？你别杀了我！所长，基地里发现了11处隐藏的炸弹，我们已经通知警方拆弹组了。拆弹专家把握有多大？所长，情况紧急。队长，
这是在基地内捡到的，已经确认是向东的眼球。向东的眼球。喂，你在哪儿？把位置告诉我。你是谁？我就是你。豆豆还是会死，快把你的位置告诉我。我刚从码头出来，我该怎么做？豆豆最喜欢的彩虹战士，送给你好不好？怎么在哪儿他都能知道？妈妈，这个表好像是假的。彩虹战士的眼睛怎么变得不一样了？不一样。真是难以置信，实验真的成功了。大雄，你怎么可以现在才让我知道？刚才没哭上。醒了。所长。哎，慢点。现在几点了？别着急，你别着急，豆豆没事，豆豆没事，夏天去救他了。什么？
是其他的你去救他了，虫洞实验成功了，从未来回来的你现在去救他的路上啊，别担心好不好啊？没时间了。没事没事，研究所马上就要爆炸了，必须抓紧把数据全部都备份。对，快走。大雄，你留在粒子传送室等我指示。好，走走。大家集合。收到。Yeah!
去拿过来。杀吧，反正你只有一条命，我有两条。不是吧？现在应该是三个人，已经不需要你们了。解决他们。豆豆呢？把豆豆交给我吧。你现在快去研究所，不能让他们拿到数据。所长跟他不是一伙的。什么意思？所长，交给豆豆的手表是追踪器。没时间了，你快点去。保护好我儿子。这是什么？我捡的。这个，妈妈先帮你收着，好吗？妈妈，疼。没事，豆豆，没事的。妈妈马上就带你离开这儿。大雄，所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你一手组织的科研成果。原来这都是真的，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啊，所长，你居然……大雄，大雄，所长和绑架豆豆的人是一伙的。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为什么要偷走数据？为什么要害我们啊？为什么？我他妈也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做实验，我老婆跟孩子非要离开我？为什么我鞠躬尽瘁，最后他们选择你？说得好听，啊，让我去开发什么更有价值的课题。其实就是他妈让我滚。夏天，我告诉你，
这个成果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但它必须是我的，谁也不能拿走。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可以离开。我豆豆还那么小，你为什么要这样害他呀？他是无辜的。你离开，你敢说你没有想过一步登天一夜成名吗？啊，你说了就算吗？你跟我过去一样天真的。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我们啊都是棋子。豆豆很无辜，我被人当成棋子，我就不无辜吗？你是谁？我只要数据模块，你开个价吧。我不要钱，我帮你拿数据，但是我有个条件。我要你炸掉这个基地，炸掉夏天，我要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你必须死，你必须死。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时间拉长，这对你来说并不难吧？豆豆呢？死了。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半年前，我太太还有我的孩子，要去我服役的城市看我，不幸遇到了空难，只要能回到那一刻。Recording device has now been implanted inside of you.Records everything you see with your naked eye. 一个临床实验的对象制造了暴乱，他认为这是一项不该开始的实验。但是，只要能回到过去，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Choyo.Is it my understanding that you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is project? That the Nexus Corporation has just mad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their research. So, if you can somehow find a way to obtain their data, I would be willing to put the full force of my organization at your disposal. 你是夏利夫的家属吗？是啊。请在这里签一个字。S2 细胞数值突然失调，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在刚刚 DNA 图谱看起来也非常不稳定，虽然 S2 细胞只占 0.3%， 但大多集中在脑部。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你们知道吗？ IPT 为什么会爆炸？因为在那里有很多很多像你们这样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自相残杀。你们很快的也会被毁灭。他说的没错，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能有一个存在。在豆豆身边的人应该是我。为什么应该是你？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命体，我拥有豆豆所有的记忆。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来自另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不，在这个时空里留我一个就够了。杀我，看来咱们想的一样。杀掉我，
再杀掉这个废物，是吗？杀掉你和我自己。什么？如果他死了，就只剩下豆豆一个人了。你胡说什么？我们也不会活很久。你还记得向东说过的话吗？这项研究没有成功，美国实验室的秘密活体实验也失败了。我的催化粒子没有问题，是整套系统存在缺陷。你还记得地下车库那个人吗？那是实验室跑出来的最后一个实验品。我们不能一直陪在他身边。你闭嘴！豆豆是我救出来的。身边，好好爱他。电话，我的小豆包，你醒了，你想我了？妈妈也想你，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飞奔过去找你了，好吗？可以，但是不能等太久。妈妈，你怎么又哭了？我哭是因为我的小头包醒了呀，我开心啊。哎，我以为又怎么了呢。哭，别哭了。我的小头包，妈妈希望你以后都可以健康的长大，变成一个大帅哥，好不好？妈妈爱你，妈永远都爱你。我也爱妈妈，非常爱。妈妈快回来，我等着你。妈妈这就回来了。
豆豆，哈，豆豆 ，Happy Birthday！ 来许愿，来吹蜡烛。豆豆生日快乐！今年许了什么愿望啊？我许愿妈妈能够快点找到工作。你已经一年没上班了，光在家里玩了。我就想跟你玩，我就想跟你玩，我就想跟你玩，行不行？我们就要一起玩，就要一起玩。来，给你生日礼物。为什么比起《彩虹战士》更想要这本书啊？这本书讲的时间比《彩虹战士》更有意思。来，豆豆，来。哎呀，哎呀，我的小豆豆。不过，妈妈，要是想支配时间，该怎么做呢？想要支配时间呀、啊。哇，就这样抓住就好了，就这样抓住就好了。是不是我真味道？是不是糊了？